做一個位，在網上嘅各位大家好。今日又到我哋嚟一齊學習《湛阿含經》嘅時間啦。呢個係上次我哋講到嗰一段啦，就由做功夫嗰度開始就講到咧，佢需要有嘅一啲因緣。咁下一章咧，我哋而家嚟講啦嚇，接落去嘅一章。嗱，我哋而家將佢講幼一啲啦。咁呢度係關於喺道品入邊修行嘅四大法門咧。就分為兩個，一個咧就四念處同埋安般念。四念處同安般念咧，你睇佢嗰個用法咧，就係從身體到呼吸，呢個係色法啦。咁感受就係有感受到身體同埋感受到呼吸呢兩樣嘅咁安般念咧就係屬於止多嘅，佢啊身體比較定中做功夫嘅，係身念處嘅四念處咧就行住坐卧都一齊可以用得上功夫嘅。所以第一咧感受咧就分咗兩段啦，一個咧就感受到身同埋感受到呼吸，另外一個咧就感受到我哋嘅心理。就到咗心法呢个部分，所以喺色法嘅呢个安般念同四念处咧，佢最主要嘅咧就三种感受咧，我哋要非常之注意嘅，系我哋心里入边有感受到三个呢、这个受咧，就系、是、苦受、乐受、受不苦不乐受，呢三个咧就系、是。色法帶嚟嘅一種喺感官呢度，亦或係喺心理入邊產生嘅三種感受咧，我哋都要睇破佢，要警惕，唔好發展呢三種感受。就到咗心裏入邊啦，就心法嗰個部分。一講到心法嗰部分咧，佢就唔係色法嗰種執着、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所以咧佢就接近咗另外兩門嘅修行，就係、是、四神足嘅修行同埋七覺支嘅修行四神足嘅修行咧就欲勤心觀七覺支嘅修行咧就係、是。從念覺知到習法精進，跟住咧就到起清安樂，跟住咧定捨咁樣，佢總共係有七法嘅，就係、是、心法佢越發展咧就越細，越發展咧就越同定力相應嘅，咁樣咧佢就有兩種感受。呢兩種感受咧，就係喺禅定或者係喺嗰個集中人喺度修禅嗰種精神集中產生嘅兩種感受。呢兩種感受一種咧就起受或者係叫起落受，另外一種咧就叫捨受，即係講話能夠產生警惕而捨放，即係講話放得下嗰種咁嘅感受呢兩種感受咧，就係、是、一般上咧就係、是、屬於天人嗰種品質自有嘅感受。上邊咧講嗰三種感受咧，就係、是、眾生嘅感受啦，就係、是、六道嘅眾生都有嘅感受。就呢兩種感受咧，就係、是、到咗人天嘅功德，佢仲有嘅，就屬於禅定莊中嘅感受，或
者係解脱、解脱境界入邊嘅感受啊。嗱，到咗法觀觀察法嗰陣時咧，佢就係有一個感受，就係捨受啦。啊，咁樣我係捨受就係最後嘅一個感受，或者係叫滅受啦。亦或叫涅槃嘅呢個感受啦，涅槃嘅正受咁嘅意思。所以嗱，呢三個咧，嗱，你睇我第一行入邊寫咗三個重點。释法起而起啲四念住安波念，就系、是、嗱四念住安波念，我都系佢想先啊喺释法入边做止观，后来咧正有能力喺心法入边做止观嘅，呢、这个系啊比较突出嘅。喺中国禅宗咧，佢就喺心法入边做功夫噶。咁樣心法入邊做功夫更加又幼同埋更加精緻嘅，啊呢、這個人就一定要有定力嘅基礎嘅，冇定力嘅基礎佢就做唔到嘅。所以咧，按照呢個道品釋迦牟尼佛早期教育咧，啊心法咧就叫幻滅啊，即係講話佢唔係觀察呢個色身嘅感官嘅資訊嘅，而係。在六入處咧，佢就離開六入處，就翻到入邊講內心嘅生滅嗰度做功夫嘅啊。佢點樣我可以咧定喺一相咁樣，再達到觀破個定相嘅生滅咁。所以佢做嘅功夫咧，就係、是、依照四神足同埋七覺知喺度做功夫噶啦啊。因為咧，佢做嘅功夫越嚟越細密。細密到喺定心入邊做功夫嘅，可以嗱，所以喺最後句嗰句咧，大覺就係講釋迦牟尼佛覺悟咗之後，佢認識到呢、這個成個法界入邊咧，其實只得個生滅啊同埋寂滅。若果係未得寂滅者，就喺生滅當中啦啊！所以生滅嘅內心世界入邊，若果我哋都能夠做止觀嘅話，就係、是、呢句話啦，就叫自心不在形啊！就所有做功夫嘅止觀嘅做咧，都喺個心度，唔係個形態度，形態又比較粗重嘅啊！好啦。啊，咁就知道呢個咧，就有一啲就好似禅宗所講嘅喎。啊，早年啊，虛雲老和尚講嘅話，啊，個個有個靈山，在靈山塔下修行，咁啊，就靈山不在外，啊，靈山在與心頭，咁佢講呢啲咁嘅詩句咧，即係形成我哋要。修行咧就個本質係要清淨到自己內心，唔係嗰個身體嘅形象。身體呢個形態或者形體咧，佢就要打破嘅，佢係要心嘅執著啊。真正做止觀要做得深入去。嗱、啊、好啦，咁樣咧，我哋再落去，你睇我解釋幾個圖，喺呢四門嘅止觀嗰度。你就可以知道更深啲啦。好，我哋落下一張。嗱，呢張咧就係、是、我畫嘅一個圖啦，嚟睇用功咧，佢係點樣用功嘅？嗱，我就用翻最基本嘅佛教嘅一種心得啦，就係、是、喺呢個《雜阿含經》入邊都時常講呢句話噶啦。咁一直講到咧，所有佛教界。最基礎的都有人識的，就叫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句這樣的呢，老生長談的這個詩句裡面，其實它有很深的意義的。咁啊，我將佢個心意咧，就作翻喺而家我要講嘅四門修行入邊啊，四正斷，亦或叫四正勤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咧，就係、是、叫四正勤啊。勤於斷惡法，勤於生善法。
呢兩門啊，所以咧啊，生善就叫眾善啦，啊，除惡就係叫諸惡啦。咁呢個都係叫用心念去做功夫嘅，睇自己嘅心念啊，生每一年生滅嘅係善法一係惡法，咁就知道。如果係善法咧，就勤啦，勤發展佢啦，啊，勤生善法啦。咁如果係惡法咧，就叫斷啦。啊，正斷咧就講，哎，你自己觀察到啦，咁啊就自己叫反省啦，啊或者叫沉默嘅，自己喺度觀察住自己嘅心態，咁啊可以睇到個心態到底係邊一個啊發起嚟啊，呢個叫修四正勤啊，啊，所以正勤咧係屬於觀嚟嘅，啊，只觀個觀嚟嘅，啊，佢又觀多止少咁，啊。但是呢他的基礎呢就在個慧根裡面，四念處入面的慧根裡面，啊，所以能夠呢自己，啊，有正勤或者正斷的功夫呢，他一定念住四念處的，啊，抑或身念處，抑或受念處，抑或心念處，抑或法念處，他才有做得到呢四正勤嘅，所以正勤咧就喺念處入邊啊，就冇正勤咧就做唔到念處啊，冇念處喺度咧就佢四正勤就無所依嘅，所以佢係好兩個好接近嘅啊。那第三個咧就叫自淨其意啊，那自淨其意咧就係叫將個心啊清淨佢，將個心啊定落嚟啊。熄滅所有攀緣心同埋妄想心，啊，一切嘅攀緣心同埋妄想心咧，就係，我哋嘅六根接觸六塵，生出呢個六欲啊，亦或五欲境界，咁啊，佢哋個叫流轉個世間啦。如果幻滅清淨咧，就要做四如意足啊。所以四如意足咧，我哋講過一部分噶，啊，咁樣咧，我哋一陣仲會講深一啲嗱。咁樣你睇呢度咧，就啊，我哋嚟睇一睇佢呢個點樣用功嘅咧，就係喺呢個四如意足嗱呢度，我有一個圖喺度嘅啊，呢個圖係我畫佢點樣用功嗰種啊，咁就知道哎呀，我到底喺邊一個境界啊？啊！啊！呢一個時刻，我係邊個境界啊？或者係呢一個年份入邊啊？呢啲日子啊，我到底喺邊個境界喎？咁可以知道嘅啊！若果話我哋仲喺個欲界當中啊，好似人住喺城市度啊，時常咧出去街市咧就。眼耳口鼻身接觸到色聲香味觸法啊，咁咧你好難唔俾佢引誘到你發展個心態嘅，所以佢就喺個欲界當中啊，所以欲界啊行四正勤斷啊，如果係欲界咧，嗰個所有惡行都斷咗啦，咁樣善行都奉行啦。咁佢就超過呢個欲界啦，咁樣咧，佢就欲界嘅定力咧，佢就慢慢會行到啊呢個色界嘅定力啊，亦或係無色界嘅定力啊，呢個就叫定界啦。啊，喺定嗰個境界啊，亦或佢嘅界行當中，佢嘅範圍當中咧，就做嘅功夫咧，就可以做四神足啦。啊，所以四神足咧，佢就係、是、比四正勤咧，仲要細密，仲要清淨嘅，仲要更加定啊，更加遠離啊呢、這個五根同埋五塵嘅社會嘅。所以佢咧喺四神足，亦或叫四如意足之後咧，佢就係修出嚟啦，啊，修出遠離嘅呢個。大眾嗰種咁嘅大環境，而多分咧就做自己心身獨處嗰種清淨嘅功夫嘅，咁佢定力加深啦，咁佢就
实际上这个功夫肉砍啊，就从肉砍呢个基本度，佢就翻到心观嗰个地方，咁佢嗰个就定界当中咧，就色界、无色界嘅经验咧，佢就会逐渐逐渐深入呢啲经验啦。未经验嘅能够经验到，有经验到嘅佢就能够咧，就将佢咧更加嘅发展深入佢层层嘅呢个地境当中嘅啊啊。在这个四神足之后呢，为什么又回到四念处呢？因为定境入面的境界呢，当然可以做好深入功夫，但是呢在断界和涅槃界呢，它未必要在个定境入面做功夫的，它还可以回到呢这个根和尘，因为回到这个我们的色心入面去做功夫的。所以那個斷界啊，就是當然啦，講到最深的就斷貪嗔痴咯。啊，每一年的生滅啊，每一個接觸、每一個感受的生滅入邊，都涵蓋住所有貪嗔痴的呢、這個這個觀察同埋就斷捨佢。所以佢要翻翻去邊度？佢翻翻個身體都冇問題。啊，心理可以做功夫，身体也可以做功夫，所以断界和涅槃界呢就行四念处的，所以四念处是比较圆满的一个了。这样四念处呢，它就涵盖着四神足和四正勤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这个图是这样解释的。那你看我解释的图里面呢，底下有一个叫三角图，就好似金字塔咁啊，所以咧嗱，你睇到第一個部分咧，如果喺四如意足入邊睇，點樣嘅如意啊？點樣正即係得到呢個神力啊？即係講得到啊，我好勇猛啊，而且咧好積極嗰種力量支持自己咧去修行啊，咁勤就係佢嘅最大嘅基礎啦啊！这种个欲呢就叫善法欲，因为修行那种欲望啊，那种意志啊，这个欲呢也都可以翻译为他的这个志向和志愿啊，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志向的人呢，他都要靠个定来支撑他，这样他就可以在那个善法欲和修行欲入面发展他的定心啊，發展佢個種種解脱嘅解脱合心，就欲界解脱、色界解脱、無色界解脱，咁到斷界、到涅槃界，佢呢種種嘅呢、這個心解脱同埋心定啊，直至到觀啊，觀咧就一般上斷界同埋涅槃界咧就要靠觀嘅啊。因為呢定力就定住咗佢唔喐動，但佢唔能夠斷佢，佢只不過係調服佢、降服住佢咁啊。佢服喺度咧，咁就即是話我哋俾個定心擲住佢。佢雖然係未有生滅，但係佢始終冇斷離啊。就斷離咧，反而要翻到佢嘅最基礎，心身相應。啊！喺行住坐卧當中，再嚟啊觀察自己內心咁嘅，所以觀啊都係呢三樣就有個勤支撐嘅啊，所以啊佢到最後咧上到頂嗰度咧就四如意足咧就變咗四神足啦，或者係叫我哋話所有呢、這個。通力的三明六通的那個通力呢都成就了，咁就達到三明了啊。好啦，我哋再落一張。嗱，呢一張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啦。咁啊，喺佛教嘅智慧嚟講咧，我哋一聽聞佛法咁。他就有智慧了，
咁啊，聽聞咗佛教，緊記不忘，仲攞落嚟做多啲自己思維下佢啊，咁樣啊上心啲啊，將佢觀察一下，咁樣啊呢啲咁嘅嘅功夫咧啊，佢就已經喺度做法嘅觀察噶啦啊，所以文思咧其實佢就喺做法嘅觀察，人哋觀察到嘅講俾你聽。你多吸收就吸收到咗佢觀察到嘅法啦，咁啊呢個就係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是、除咗呢個階段，因為佢仲喺個文思仲係屬於散亂心嘅，所以咧散亂心咧一定要有心身遠離個塵世啊，一般嘅呢、這個我哋嘅世間嘅呢個業。要修呢個定業啊，就專門修行嘅呢、這個專門為嗰個心嘅定力而做功夫嘅呢、這個亦都叫業啦，就唔係世間嗰種業，嗰種啊業咧就係、是、有業報有輪迴嘅。修呢個禅定而希望我哋發展個智慧咧，呢、這個係。相應於涅槃，相應於呢個出世解脱嘅，所以咧，佢喺呢度就講修，修係咩咧？就以文思所得到嘅所有智慧，基於呢啲嚟發展自己嘅禅定，使呢個禅定咧就能夠用得上個觀察嘅嘅深度去啊，所以咧。在这里再讲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初步知识在我们真正要修了，修就修什么？修个心，你看那个圆圈里面，它是用个心来做支撑的，文思修到了最后呢，就要修这个心解决，智慧解决，那它是属于那個心就係個基礎嚟啦，心做個基礎嘅陣時，你睇初步做咧就係要做知識靜態當中噶啦。所以咧，我喺度同各位，如果有跟過我一齊做四念處功夫嘅咧，你就可以睇到四念處行住坐卧，佢係點樣？就係以坐為主嘅。就即是起完就坐，行完就坐，这个卧瞓咗落嚟，瞓完咗又坐翻起嚟，所以佢就系以个动态嘅止观，以唔系动态，而系个静态嘅止观为主嘅，咁样咧呢种正可以咧静咗落嚟，正可以对于个心敏锐嘅观察住。咁正可以做功夫喺嗰個生滅觀嗰度嘅，所以一切最幼嘅生滅就係心態嘅生滅啦，就係呢度做功夫嘅。咁喺呢度都可以做功夫啦，做得純熟咗啦，咁再落一步咧，就可以加強自己安止喺動態當中啦，所以人家話有。定力的人呢，他出門他工作言談舉止一切他都帶著那個止觀的力量在那裡的，所以動態當中最好的防護呢就是靜態當中功夫用得上去。好了，第三層嗰個咧就終極動靜混而不動，呢句話咧係講咩嘢咧？就講止觀呢個人咧用得均勻嘅止觀嘅能力都有咗啦。呢一類人咧，佢就動態靜態咧，佢要一樣嘅功夫，佢唔係話。動態就做到功夫，靜態做唔到，或者係這個靜態做到功夫，動態當中就冇咗功夫，佢唔係咁，到咗最後咧，動
市即係一樣咁有地力，啊一樣咁有呢、這個啊觀察力，咁啊呢種咧就係、是、比較圓滿噶啦，啊好啦，咁啊呢、這個係另外一張圖，我分析到佢啊喺心度做功夫做得，頭先嗰張圖就喺勤度做功夫，勤為佢嘅基礎，啊啱先嗰張圖咧就勤咗就到心啦。心法做功夫啦，咁呢一個圖咧就係、是、最後一張圖，就喺、是、叫啊喺觀觀咧就係、是、止觀個觀，或者係叫為智慧嗰度做功夫啦。呢、這個智慧做功夫就係最有啦，呢、這個一般上就係修正果噶啦，修行得果位嗰種人啊，佢正有咁嘅功夫，或者係喺初果之後。啊、做所有呢個功夫，一直做到大涅槃嘅境界咁，所以啊呢、這個圖片咧，我就將佢畫咗，又係分兩段嘅嚇。呢、啊、兩段咧都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噶啦。啊，咁初觀明識啊，這個、呢個咧就點解就講觀咧？因為啊喺做功夫做到咧正果嗰種人啊，佢咧就已經有咗定力噶啦啊，或者係呢一生成就個定力，或者係前世咧又已經有咗定力帶到呢一生嚟啊，佢就叫生得定力啦，生落嚟就有定力啊，嗯，生得嘅嘢好多嘅。啊！喺佛法嘅人生入邊咧，有啲啊生到嘅福，有啲啊生到嘅呢個啊道德，有啲人啊生到嘅地，有啲人啊生到嘅智慧，佢有種種啊呢啲都叫善法帶嚟嘅。多生多劫咧，佢啊不停嘅修行咧，就生生世世佢就越進步，就帶得多佢嘅特點咯。啊！呢、这個就特點帶得多嘅人咧，佢就好敏鋭嘅，又嗰個心好定嘅人咧，就即時睇落去咧，就知呢個人咧就係屬於一啲大德大善知識嘅樣啦。咁啊，初觀明識就係、是、佢個人咧呢、这個心態入邊啊，非常之敏鋭，同埋咧。非常之幼細嘅，佢自己嘅心態把握得好好嘅啊，就係、是、佢對自己咧就了解得好清楚嘅啊。像有啲人咧對自己個自我咧哦好難認識嘅，一係咧就係、是、叫我執咧，一係又叫我所執啦啊。我所咧就係、是、叫呢個色化啦，我咧就叫明化啊。咁咧，有時我哋嘅心態咧就喺我所嗰度執著，有時咧就喺我自我嘅執著度嚇、啊，所以佢好難知道我而家執著住咩，我最執著啲咩嘢咁啊。有啲人咧對於呢個色法啊、錢財啊、美色啊咁啊物質嘅基礎咧，佢一啲都冇興趣嘅，但係佢對依個我嘅名譽啊。啊！我嘅呢個地位啊，嗰種名法啊，啊，佢就執著啦，咁啊，啊，佢又喺呢度做功夫嘅，啊，有啲人就放唔落個名，有啲人就放唔落個利，亦或個物質咁，佢又睇點個基礎啦，咁就係兩樣嘢咧，都要觀破嘅，佢正可以正果嘅，啊，即係講話凡夫。这個俗世的道德和人格呢，他還是在名利權勢那裡打滾的、啊、真正破了身見的人、啊啊、他的破三節、啊、身見、啊、和這個戒律、啊、和對佛法僧對所有要修行的這些形式咧有一定嘅呢個境界同埋知識嘅基礎啦，佢呢個人咧就唔同別啲人啦，咁佢又叫入果位嘅人，係我哋
所以聖人就能夠做到子觀，所以做子觀最初的子觀就破明識，破明識了之後呢，逐漸他這個貪爭痴越來越薄，薄到什麼呢？對後世，對那個這個現世，這個老病死，他一點不畏懼了，亦都唔執着佢要點生點死，佢一對呢啲嘢啦，一啲都冇知見啊！有嘅咧就觀生滅，佢唔會呢有咩老病死啊，我個家啊，我個國家啊，我個民族啊，同埋我啲乜嘢，我啲乜嘢，佢冇對於佛法佢都唔執着，咁佢正叫斷戒啊！在斷戒入邊一陣咧，仲有更多講你聽。斷戒到底斷啲乜嘢嘢咁嘅？好啦，咁啊，斷戒到咗最後叫涅槃戒啦。涅槃戒咧就係斷盡啦，一切應該斷個煩惱盡斷就叫涅槃戒啦。啊，咁呢個咧就係觀嘅三個階段啊。當然係涅槃戒就最深啦，就叫成佛啦，亦或叫成阿羅漢啦。這個菩薩呢就叫後觀斷戒，這個呢初心菩薩，即是說叫剛發心的菩薩，亦或初果的這個聖人，這個叫初觀明識，在這裡做功夫的。再下來一個呢就是這個人或者到很高的境界他又即是已經盡觀有疑，即係所有呢個煩惱就移落嚟嘅就係佢呢個燈嘅身體仲喺度。咁啊喺度咧，呢個生嘅身體雖然啊內心嘅境界已經進入涅槃嘅境界，但係呢個身體咧個老病死嘅因緣佢仲未盡。佢仲喺個老病死嘅因緣當中咁樣佢喺住世嗰個世界，嗰個世界啊，仲喺成住壞嘅階段咁樣咧嗱，呢個就叫盡觀有疑啦。咁佢仲喺度觀察住嘅，觀察咩咧？觀察住所有應該觀察透嘅地方咁樣咧就。或者他已經涅槃了的，但是他的生的生命還在這裡他還繼續是一樣這樣做功夫的跟普通做功夫還有做功夫圓滿那個涅槃的功夫是一樣的涅槃咗點啊？涅槃咗咪一樣喺度發生個功夫喺曬度嘅，咁啊呢個就係佢嗰個階段啦。咁啊，好似佛成佛咗之後嗰四十幾年喺度傳法，喺度同弟子一樣生活。你睇佢個身心咧，同各弟子一樣嘅，但係佢心態同人哋唔一樣佢個心態咧就冇遺留嘅。佢唔會話有第二住，即係講人哋講嚟聽嗰個煩惱，咁你又執住個煩惱盤一次，佢唔會嘅，佢就係叫一住。一住咧就起心動念，聽到就聽到，佢唔到聽到佢又會想，佢個五音唔會有第二次用嘅佢五音就係觸法抑或受法咁樣佢又冇第二受，佢又冇第二。延續下去的接觸他不會這樣的這個就是涅槃境界和眾生境界不同的地方，眾生呢就是兩住三住四住都可以這個是佛的境界就是一住就是就住呢就是停留的意思住他的心態呢就停一次而已，不會停兩次，在那個明抑或在那個色度它不會這樣的。好了，這個就講完這一章，這個無能的智慧這一章，好了。
我哋翻翻嚟，道品当中幻灭啊，门嘅修行啊，你睇我讲过咗所有呢个法门入边啊，喺道品四神足、四念处、安波念、七觉支啊，同埋咧就另外我讲叫五支圆灭。这五支圆灭是什么呢、就讲它的幻灭里面有五支、怎样在个五支里面做功夫，这个是讲到个十二因缘的、普通人的十二因缘呢就是、它是这样流转下来的、这个真正做功夫呢它刚刚有另外五支做回转头的，等我講十二因緣嗰陣咧，就會同你哋講到啊，嗰個叫法嘅部分。所以我為咩將法嘅部分都放入嚟咧？因為佢咧同個道品係相應嘅，佢係幻滅道嗰五支，所以我將佢寫咗落嚟。啊，呢個咧我就係我最近幾年嘅一個心得嚟嘅，係點樣睇到嗰、那個。因缘法的心理是怎样在个心理度、做这个十二因缘的一种止观幻灭的功夫是怎样做的。好了、在我用的经里面呢就、我用了这几经，你们要在那个经里面的上详细的内容呢，你就可以翻到这个经典入面啦，就八念经同埋八念六经呢两经入面啊。好啦，嗱啊喺真正咧佛教嘅知见啊，呢、这个系智慧嘅智喎，佛教嘅知见啊，咁样佢有两种知见。第一种咧就学住，第二种又叫无学住。无学住咧就用咗个比例嚟讲咧，就叫佛啦，或者叫大阿罗汉，已经成道圆满啦，咁就叫无学住。初得到呢个圣人嘅正果啦，已经离开凡夫嗰种。咁樣嘅罪苦輪迴已經得到止息啦，佢有限嘅輪迴喺未來，當來咧就會得到咧就圓滿嘅涅槃啦。咁呢種人咧就叫學住，學住就係叫聖人嚟啦。咁樣咧就聖人唔同我哋普通人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我就寫咗一個叫五蓋。斷五蓋多住，即係我話，哎呀，我哋多喺個五蓋度用功夫啦。咁樣將五蓋入邊啊，應該斷嘅咧，就喺呢度多做功夫。咁啊，停住喺度做止觀，觀察佢。咁觀察咩啊？貪心、嗔恨心，吊詭、散亂、昏沉、睡眠同埋懷疑。呢五種心態咧，就時常就喺我哋心中啊，盤嚟盤去，佢就最接近我哋平常用嘅心態嗰度。如果我哋平常用嗰個意志同埋呢個心態入對當中咧，都睇到冇乜嘢見到呢五愛嘅咧，佢呢個遠離就可以成就啦。所以嗱，你睇嗰個八二六經咧，佢入邊所講嘅就係覺知不染着羅，咁啊，染着咧就通常就講五欲嘅染着，而影響到我哋五蓋嘅心態啦。咁呢個就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咧就講到咧，善法語四威儀嗰度啊，咁第二個部分咧，就呢個人咧越嚟對佛法呢種法，尤其係法門嘅呢個道
道品入面嗰啲行道嘅所有技巧嚟講，越嚟越有慾望啦，就越嚟越有興趣啊！佢個渴望同埋寄託嘅心態咧，就越嚟越強烈啦。咁呢個叫善法慾。咁善法慾一強嘅人咧，就四威嚴，就行住坐卧咧，佢都帶住佢個心態去嘅啊。咁啊，呢啲善法慾嘅心態咧，帶埋喺行住坐卧咧，即係話二六事啦。人咧就時時除咗瞓咗覺。所有呢個心醒做嘢乜嘢嘅時候，佢都仲念念不忘住修行嘅呢種人咧，就越嚟越細密。咁佢正可以由嗰個身體嘅操縱，就到咗呼吸嘅階段嗰度啊。咁人嘅呼吸咧，呢種人越冷靜咧，佢就越容易知道自己嘅呼吸嘅。唔單止知道個身體，仲能夠越嚟越知道個呼吸嘅。啊，我都有呢種感受嘅喎，因為我咧仲係做四年樹功夫嘅，成日睇住個身體，成日注意個身體。啊，身體一喐咧就注意咁，注意得耐咧，因為個呼吸就喺個身體啊嘛，咁啊。看個身體越看耐了就越熟啦，咁啊睇熟咗就睇到個身體最細嗰個部分就呼吸咯。啊，唔單止知道呼吸啊，內臟啊、身體啊、血脈啊，呢啲咁嘅四大叫四大風火水土啊，呢種生命咧，佢都可以越嚟越把握住嘅。咁啊，呢個叫做把握到自己啊識。身同埋心態啦，啊，咁啊把握到呢樣咧，越做個功夫越細咧，咁個人咧就主觀佢就自然成熟噶啦，啊，所以咧成熟咧就唔單止主觀佢成熟咧，佢就對於個生滅嘅智慧，佢仲更加了解啦，啊，生滅嘅智慧到底有啲咩咧？就喺呢度講個字先啦。咁落到底下呢段做到呢個咧就係人咧功夫做得多啦啊，咁樣佢就個內心同普通人一樣啊，咁樣咧就有遠離嘅這個心啊，有出離嘅心啊，有修道成佛嗰種咁嘅渴望嘅心，佢正會做呢個直念嘅功夫。直念的功夫做了了，有深入直念的人呢，就對了塵世的這個慾望呢，他就跟人一樣不同的這個心態，就好像說大人對於這個小孩他喜歡搞那種叫什麼小孩搞那種叫玩具呢，他就多用心嘅，點解？細路咧就喜歡呢樣玩具，嗰樣玩具，俾佢真正真實嘅嘢，佢都冇咩都能夠了解真實嘅嘢係乜嘢咁，所以佢係唔同嘅境界，直接落一樣係咁嘅啊。咁樣咧嗱，你睇呢個解釋咧就我唔再講落去啦，我只講一樣最後嗰句啊。最後那句話咧就好重要嘅喎，此乃聚會嘅注證時，未來諸佛所有注眾當如是所行證時，如今此眾得大果大福利。这个呢就是世尊，即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呢，他在同埋诸弟子入面聚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上面所讲的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叫正事就是所有最重要的事亦或最正确亦或生死大事，为了这个
目的我们来聚会的。他未来所有诸佛和所有修行的众弟子都一样是为了这个事情而聚会的，我们现在一样是这样。所以呢，真理它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的，它不会再变了。再变那些都是跟修行和解决是不接合的，接合的东西全部在这里。所以这一经呢，就是它道品里面还原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来的。我看到这一个经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很冷静下来。为什么冷静下来呢？人家你看到天书那么大本都没有用，仅仅要作到它真正用得的部分呢，就用得就是它最实际的地方。一切呢就在运用得技巧，它就成就到自己的实力。有了实力了，就即是叫大果大福利了，那就是一切能够成就了。如果这些部分呢都不成就，你要为佛教为众生都是假话来的，他做不得心，也都做不到彻底的。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就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这个部分。好了，我们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呢，我们就讲到八正道了。八正道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基础了。八正道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呢，它是最后一个，亦都是最圆满的一个讲法的。一般呢很少讲我这样将前面的部分讲了正讲八正道，因为八正道呢它就解决了所有前面的部分，将它完成的。咁我咧就畫咗一個嗱，呢張圖嚟講呢個八正道入邊，我哋點樣喺呢度咧奮發圖強就自己咧自強不息去完成自己嘅道行喎。喺修道入邊咧，真正講呢個道，佢就唔係人哋可以幫你超度的了幫你超度啦，幫你去淨咗啲清淨咩業啦，幫你回向啦，嗰啲都係信仰嘅部分咯。信仰嗰部分咧，佢就比較情緒啲嘅。講理性嗰部分咧，就唔係噶啦。個人生死，個人了個人呢個飲食，個人自己要去做的咁樣。所以佢喺呢個正見同埋正思維入邊咧，就講到咧就好徹底噶啦，就係佢思想同理性咧喺佛教入邊都講到個無常嘅知見啦。就咩叫無常嘅知見咧？一切皆苦。这个一切诸法无常，一切诸法无我，一切涅槃寂静，这个就是他无常的知见了所以就所有这个思想和理性都要面向着这个无常的知见，这个叫智慧的第二个呢就比较实在的正语、正业、正命，就世间所有感情的生活、道德和这个物质的底线都在这里就不为了自己衣食住行不为了自己的寺庙不为了自己的信众有佛法的清净，清净去讲冇咁多世间嘅方便善巧，呢种人比较少嘅
所以唯佛法的直语、善语和正语、解脱语，为了真正佛教的这个佛法下去呢，保住自己的底线做人比较难的。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呢，他改革了印度种种修道的副作用和毛病，改革了世间凡夫那种误道义和就没有持戒那种这样的生活和行为。佛教他对于正语、正业、正名有他的一定的这个知见在这里。佛弟子呢逐渐逐渐呢历史悠久，发展呢就由印度一直至到呢这个现在的世间，即是已经大到这么大了个世界。所以人真正能够真正知道释迦牟尼佛仲是怎样说，有因缘学到真正接近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的经典的人，真的比较起来少得太少了。所以我们弘扬佛法都是要讲因缘的，你想讲他听，他跟你是无缘的，他或者是他修学的价值跟你不一样，他呢就喜欢的老师跟你不一样，你要讲他听你是正法，他都未必听到是正法，所以各有因缘，不用呢就这个在这里就心起心落咯，就各有因缘能够融入个佛法呢，就是他的这个因缘。我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应该怎样弘法的一种价值，就我尽量清净的取法，就是以清净的这个佛语，当时是他怎样说就怎样，现在介绍给各位知道和大家结缘，这个就叫守住自己的道德道的这个底线，就这个感情的部分不是为了众生的感情，而是为了法情，为了佛的情意，所以念念不忘佛，念念不忘法，这样正对得住那个众生的，好了。咁正精进咧就系最高嘅一行啦，因为咧上边正见、正思维、正语、正言、正名，同埋下边嘅正言、正定都要精进作为呢个基础去完成佢嘅。喺呢度咧，一般嘅佛弟子咧，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名，在这里用精进比较多的，所以呢他连系到的呢就思想啊、理性啊，或者是感情的这个道德底线啊，在这里做功夫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呢正念正定那里呢正是要牢牢作住的高尚精神，这个稳定状态就叫定力这个部分。而真正佛弟子在这里做功夫多的，在这里精进多的就比较少的，这样均匀呢 ABCD 都均匀发展的，这个就叫白正道，又叫圣八正道，亦或叫出世圣八正道。所以佢又均匀发展所有呢个呢，就三大目标就系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
呢、这個咧就係佢八正道最高嘅一個目標。為咩嘢叫用？我又加咗叫增上咧，因為增上咧就係佢嘅心已經以成佛為佢最高嘅一個慾望同埋發憤圖強嘅一個目的。非成佛不可啦，當來嘅未來。我有的这个日子一定要做成这个这样的目的的，所以我就实行这个八正道，它就所有八正道呢它就要增上，就是不断的推进它的定力、戒力和智慧力，那这个叫圣八正道。好了，那讲完圣八正道这个的重点呢，你看重点它是有兩個啊，有三個嗰啲將佢啲三條啊畫咗個嗰、那個痕喺度嘅，就思想理性嘅無上之見，感情生活嘅道德基礎同埋物質底線啊，又唔可以為咗衣食住行咧，就我哋話污染咗自己對佛法正見嗰種歪曲。啊，唔得為咗呢個咧，衣食住行，權利、財富、勢力咁樣咧，就歪曲咗佛法嗰啲知見，唔可以做咁樣嘅，冇道德底線嘅呢、這個基礎。咁最重要一個咧，就係、是、要牢牢嘅作住高尚精神穩定，之後要修定呢個基礎。这个就是八正道的三大重点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八正道有什么的讲法呢？这一经呢就是八正道入面呢，我昨天正做好的，这是杂阿含四十八经入面，因一個比較懈怠懶惰的人，個佛弟子，這個比丘呢，就因為他這樣懶，就不用功夫了，就佛見到他呢，就勸解他，所以勸解他呢，就講了這一部經出來的，就勸解一個呢，就懈怠要放棄修行嗰種人，咁樣佢就佛講啦，佢話：哎呀，有兩個唔知道路嘅人啊，咁啊呢個兩種唔知道路嘅，一個就愚痴，一個就凡夫啦。咁啊有人知真正知道路啊，路咧就講咩就係、是、講道路啦，八正道咁樣啊。咁啊啊，佢知路嘅咧就係、是、如來。等正覺啊，即係講啊，如來或同等如來嗰種咁嘅聖人咧，就將即時講佢自己咁上下啦。咁啊，我就係真正知道路嘅人啊。話知道路係點咧？話啊，有三種不善法：貪、嗔、害、惡。有三種嘅善覺嘅，出要離欲覺。不侵覺，不害覺。覺咧又可以喺中文翻譯咧，覺又可以講叫受啊，感受個受。有時咧用受，有時用覺嘅啊。覺咧就係、是、比較細密啲嘅，受咧就比較粗啲嘅啊。呢兩個字咧，我時常喺《雜阿含經》入邊會睇到佢斷斷嚟用嘅，時常用呢兩個字。另外一條左的路呢就叫邪啦，就八邪道。右邊的路呢就叫八正道。八正道呢就可以呢就達到達拉你呢，即是帶你到呢個波涅盤，就帶我到涅盤城入面嘅。這個呢八邪道呢就帶你呢就未到呢、這個涅盤城咧，佢就帶你到嗰啲坑啊、水溝啊嗰啲地方啊，就係、
心態咧就非常之高尚，咁就喺曬呢度啊！
第二個講政治，第三個列流道，就同埋嗰種咧流向煩惱嘅道路咧，就啱啱相反嘅。三門法就呢、這個三門咧，就叫三門正法啦。就釋迦牟尼佛咧，佢改革同埋咧就批評印度有啲沙門佢行嘅道咧，就比較偏激。啊，比較咧就唔係講佢唔清淨喎，嚇佢講佢咧無需要一定係咁樣做。如果係其他嘅做法咧，減少佢個副作用咧，咁佛法入邊講個釋迦牟尼佛嘅三門點樣做咧，佢就喺呢度有分析嘅。啊，斷三愛，斷老病死。斷愛欲，斷呢個畏懼，斷三毒，啊，得金爐。金爐咧就叫定慧兩用，兩個啦，喺埋一齊叫金爐。呢個咧就係八正道經入邊嘅一啲重點嚟嘅。好啦，我今日咧同各位就講到呢度。本來仲有啲咧，我要講結論嘅，因為時間嘅關係，咁我就將結論咧，係聽日晚咧，我要同大家講嘅咧，就開始講法嗰個部分啦。呢、這個道品咧，講到今日呢段咧就講完啦喎。咁樣我咧就想將呢個法咧就分三個部分，睇可唔可以我哋將三日咧，將三堂課咧，將會講完，我盡量咧就將一個重點講，就會講五音法、六入法同緣起法。緣起入邊咧，當然咧就講比較多啦，受相應。这个食相应，四性谛相应，这些都会讲埋落去嘅。咁我作几个比较重要嘅经，尤其系缘起经，十二相，这个十二因缘，同埋咧佢所讲嘅这个缘起入边嘅種種心得咧，我盡量將佢接起嚟，希望咧就用三堂課咧同大家分享。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聽，聽晚我哋再見啦。